你知道吗？家里的老人说啊，冬天的萝卜赛人参，这样做的萝卜丸子比肉丸子还要好吃。树上摘的白萝卜切成粗粗的细丝，放入碗中，再来点胡萝卜丝，放点盐，抓匀腌制20分钟，一定要挤干水分哦。放一点肉、葱姜末、少许盐、5香粉、2个公鸡蛋，再来一包酥肉粉，抓拌均匀，随便丢上一块，搓成丸子，溜成油温下锅，炸至八面金黄即可捞出。这样做的萝卜丸子外酥里嫩，一吃就停不下来，喜欢收藏做起来吧。